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是在厦门为大家现场直播2019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总决赛的第二局。今天呢是应该说是冠亚军之争，是由龙源名城主场，它是对乌光亚，对苏泊尔的申正旭。他们大家可能比较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讲棋的那个嘉宾常浩九的。大家好。很高兴啊，乔老，我们在这个厦门盘的这个快棋之争。今天呢，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助手呢，依然是我们国家队的队员高鑫四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决议助手高鑫，非常开心能够与我们世界顶尖人工智能一起协助大家欣赏今天的焦点对决。刚才我说了一半，大家肯定会认为，今天我们讲的是申正旭，他是快棋，对，他没有当主将。对，其实呢，就是今天呢是龙源名城的主将，龙源名城呢有一个韩国的外援叫李东勋，我们的规定呢，主将的那个就是两个韩国人，或者说外援是不相碰的，是吧？是。那么就是作为主场的外援定完之后，如果说是定完之后，那么客场。如果碰上你就得错开，对，而且呢，由于我们这次呢是三番棋规定了呢2-2呢，主将胜就像获胜，所以这个主将位置呢是极度之重要的。对对，那他等于这一盘就当做两盘了。你可以，我们虽然是四盘棋，但是你当做主将这盘就等于是等同于两盘的胜利，所以这一盘棋是可以说每个队都是非常的关键。那么我想这个龙源名城应该是也是会有一点针对性。所以呢，他们等于让李东勋当这个主将，这样呢，等于申正旭就当不了主将。是，申正旭呢是在围甲的成绩呢是非常之好，是14胜3负，达到了82%。对，这个确实是非常高的这个胜率。这次我们来到厦门的是6支队伍，是等于说前六名。前六名，对。前六名呢，我今天早晨想了一下，前两天我已经在想，因为我们昨天呢是比赛的休息，现在正好我们看到的是柯洁对赵晨宇，对比赛的画面，上午比赛的这个画面，这个是成都易景控股队的朴廷桓，这个是那个厦门国旅的那个韩国外援，对，这个是张一飞跟这个范云洛，右边是范云洛，这个上海。剑桥跟这个成都怡景控股争夺这个第六名，他们这个对阵是跟上一轮是一样的，也是很巧。这个乌光亚呢，今年的那个胜率呢是50%不到，他是季后赛呢是没赢，没赢。前面是现在是89负。应该说，我是觉得现在的围甲联赛的这个竞争啊，也是非常的激烈。是。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棋手能超过50%，其实在围甲里面也就是算还不错的成绩。对，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数据来跟您说一下，就是昨天我们去，因为我每年我们任何的时候，我们都会进学校。对，进校园，对。我们进学校的时候呢，去了2个世界冠军，后来发现整个围甲，前六名只有3个世界冠军，但是参加围甲的是15个世界冠军。也就是说，很多的强队其实都没有进入到前六名。对，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那个比赛呢，就是在现在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看一下现场的画面。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总决赛，苏泊尔杭州队对龙源名城杭州队的决赛的快棋赛现在开始。这个左边的是申正旭，右边的是乌光亚。对，申正旭应该说现在跟朴廷桓两个人是可以说是韩国棋手里面最强的两位，他们的这个排名啊也经常会就是说会有一些变化，应该他们都是前两名。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刚才呢我们看到字幕底下写的裁判长王鲁南，其实对一个我们中国就是一个棋的一种礼仪来说，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象征性的，我们经常找一些比如说知名度比较高的德高望重的来当我们的裁判长。这个是乌光亚棋段。
这个左边那个是深圳区，因为这个是 CCTV 的规则。对，我们就是说是每一手棋是有30秒的考虑的时间，那么有10次1分钟的这个延续。也许有人会担心，哎，深圳区是韩国的，对于这个中文的读秒有没有不适应？我想他们应该是在我们维甲参加了那么多年了。他们应该说也是久经沙场了。而且在中国的世界比赛也非常的多，都采用的是中国围棋规则。而且他们，小老，我感觉他们一些简单的中文啊，可能也能听得懂一点，因为经常来中国比赛嘛。是。好，这个比赛已经进行了是四手两个星，然后完了以后一个焦点就我感觉哎呦没有点三三，我们两个异口同声的就是，我们刚刚说会不会点三三，因为现在有了这个AI 的这个介入之后啊，现在很多的布局可能跟原来我们传统上的一些下法会有一些不一样。现在第一个焦点是我们第一没点三三，第二个焦点我觉得他未来会不会点三三，你看点三三了这个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就比如说乌光亚跟深圳区下，或者是说那个下的多了，他们两个交手特别少，不多，只下过一盘棋，好像是我印象中在去年的一个世界比赛他们相对了，然后是当时是深圳区啊获得了胜利。应该说从这个实力上来说，可能深圳区会状态啊等等实力会略强于强一点这个乌光亚，但是比赛肯定是也是非常激烈，我相信您是这个点的这个略强一点的话，其实在这个对局中应该说不是说绝对哪一方就能可能获胜的这样的一种差距。你就像昨天那个前天发生了2-4比0，一个是上海剑桥学院队赢了成都控股队4-0，怡景控股。4-0，对，这个有点没想到，因为从纸面上的等级分，或者说从一些我们对手的分析来说，可能感觉上，这个成都怡景控股队要强于上海剑桥学院队，但是恰恰是剑桥学院队4-0，然后呢，还有是东道主，对，国旅厦门队，对，厦门国旅队啊，然后也是4-0输了，这个有柯洁的领衔的厦门队，但是。很遗憾，那么就，但是这个其实啊也没关系啊，因为他是我们这个比赛是3局2胜的，所以呢其实也是，今天还有机会。对，所以就是说胜负是由于他的位置因素，现在的中国的年轻棋手的厚度非常的厚，所以呢他胜负是非常难料的，就像今天我们再说的是决赛，昨天前天介绍的是3-4名之争，今天介绍的是冠亚军之争。在这个之前，如果爱好者关心的话呢，就知道呢，前天呢是，舒伯杭州队是以主将深圳旭的获胜2-2，主将获得了那个胜利。所以今天这盘棋就是有可能决出冠军，因为如果说今天舒伯尔队获胜的话，那么就是第三。场就不用再下了，他们已经就获得了冠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说主将位是非常关键。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这盘棋给乌光亚要加油是吧？乌光亚不仅是当然一个是中国棋手，另外呢就是作为，这个龙源名城杭州队，我们也希望他们能扳平比分，让我们看到第三轮。是，然后爱好者说你们为什么不讲棋？我想这个地方大家都是定势了，所以我们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赛的情况。对，这个黑棋啊，乌光亚一看，对，你点三三了，我也点三三，气死。但是白棋这个挡的位置有一点有，挺有意思，因为我的第一感好像是感觉想挡在另外一头。就挡在，就是黑棋爬出来的左上角爬出来的位置，就是说，因为黑棋点三三嘛，作为白方来说，它肯定是有两种选择，对吧？是挡哪一边？我觉得就是说，经常人家问我该挡哪边，有的时候我还上次以前讲棋我也问过你，后来我在那想，这个挡哪边是跟他今后可能有关系，他现在是不是缠完之后，无论是黑棋飞二路或者跳三路啊，这个他是跳三路，那白棋基本上就会在右上边吃了，是不是会这样呢？对，就是右上。要不如果再被右上边藏一个的话，好像白的应该是挡在那边。哎，对，
果然，孙正旭还挺给我们面子。对，这一手棋应该是打吃黑棋，肯定是要粘住。但是呢，这个就是快棋跟慢棋的一些区别。如果是慢棋，自由支配时间，这个时候我想一秒钟，对，肯定都会粘上。是。但是呢，因为这个是快棋，它有30秒，所以，这个乌光亚可能也利用这个时间做一些思考，因为它下一手肯定是要粘。那么粘的话，白棋基本上会在右上角的2、3路会立下来，这样呢。他有一个时间，对，就是白棋会立下来，立完之后，吴光亚等于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些考虑。他是在那个五路飞一个呢，还是怎么样？对，现在有几种选择，一种就是小哈拉说的五路飞，就是防止白棋贴起来在，应该是四七路的位置，这个是13路。啊，也可以13路，左边数过来，对对，13路的这个地方贴起来，那么形成呼应，所以黑的也可以考虑在五路飞，没有接。他实战呢是先把这个地方走扎实，白棋就贴起来，对，这个应该是相关联的一个下法，对，双方都是很合理的，都一人一手，不可能都是你的。确实现在有了 AI 之后啊，这个围棋也产布局的一些下法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啊，到了我们在左下角黑棋挂完角，这个双飞燕一直不走，下了已经有20手左右的时候都还没有下，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在以往的这个现在基本上都是双飞燕不硬的，那个挂不硬。对，因为呢，从这个人工智能给了我们的一些变化一些看法呢，就是这个双飞燕呢并没有以前我们想象的这么严厉，所以呢现在很多的棋手呢也都就是说挂角并不是说马上要会跟着硬，但是下一手我觉得黑白棋这个飞要走了，现在他当然跳黑的呢肯定是要硬个在右边，因为那个如果不硬的话被白棋下去，黑棋这5个子就要被吃掉，现在好像就是没硬，他还是要硬，对对，这个还是要硬的，我就是说硬完之后白棋我估计会在这个左上角挂角的地方要，因为这时候双飞燕就会变得比较大了，因为黑的已经因为有了在上边已经尖了飞起来，对，这两手的话我觉得正常呢白棋会想飞守个角，我你觉得不燕的，我觉得不见得，我哎呦硬了，我还本来想问问人工智能，对，我是觉得就是这手棋变大了，这手棋而且外面呢也没有明显的好点，那现在这个棋你觉得该走哪？我觉得没有明显的好点，刚刚说完。我的感觉可能是会在左下，就是下边右下小飞一个，或者说守个角。其实来说，现在局面很广阔。当然，我觉得现在有两种，包括上边黑的动不动，他还是选择了在上面先走。这个时候，我觉得白棋还是比较简单，可能会尖冲出来。对，应该从这个就是白棋应该是不愿意被黑棋封在里面，哎呦搬虎了，准备搬虎了以后，其实搬虎的话局部是稍稍有一些损了，从控上的话可能会损点，但是呢如果说黑棋跟着硬跟着就是现搬，如果黑的应该是普通是五个二搬住的，白棋如果虎黑棋如果在一路打的话木数它可能稍损一点，但是他对于黑棋那个四路那颗子今后的攻击啊会有一些好的效果，因为这个时候呢小老我在想啊，有我们以前感觉上他是都想出头，但是现在呢如果说你不走让他在一二路一般他也活近了，所以呢他觉得而且活的这个棋形啊也是比较舒展，不是说是很局促的那一种，所以他觉得可能也是考验黑棋还是要吃的吧，这个不肯被搬进去。要不现在你我们问一下高兴问一下人工智 能，他会给出我们一些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的感觉小哈拉感觉是会吃，我觉得要吃要吃，这个因为这个被搬进去啊不仅是目数，而且呢就是可能跟双方的后保眼位都有关联啊。现在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搬虎，我已经看见人工智能，来我们请一下高兴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看估计还是会吃是吧，
会在一路吃。嗯。啊，这个地方是就是点三三之后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后续的手段，然后白棋呢在二路搬完虎的意思就是，如果黑棋吃，然后这样的话，有这个虎的接应，这样白棋出头会更顺畅一些。然后决议在这个地方的首选也是打吃一个，因为这样的话呢，局部白棋就是眼位还不够充足，需要往外面跑。啊，但是我们看决议给我们的这个很有意思是，它是打吃完之后不是出头，我们的从人类的。这个感觉啊，就是黑棋如果说是在一三路这个打吃的话，白棋应该是在这一带出来。但是我刚才就这么想的，或者说尖冲出来，或者这个飞出来。我在琢磨这事，如果我尖冲出来或者飞出来，那我这搬虎不就有点损了吗？所以我想他刚才给了个图点三三，我以为我豁然开朗了。会是点这个，他呢是觉得我这个搬了虎呢是作为白棋啊，弹性足点、你即使封住我底下也可以做活。对，如果你本来你看这封住一个，然后你再搬虎，我就不见得要吃，我就在这一走也许你就死了。对，就是说这个不吃打不见得会打，我就直接跳在这儿，是吧，白的不见得能活得出来。所以呢他先交换完之后，这样黑棋即使再封住白棋的话，白的也可以在二路这样一路。从生死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我觉得从人类的感觉，我觉得肯定还是会出来。这个本来出来是最起码是互相牵制，然后你被人家一走，好像你自己灰溜溜的回家了，是吧？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下的话，我还是会建议棋友们这个地方要出头。虽然这个 AI 给我们的这个解释呢是要点三三，但是我们看但是他们两个还是对达成了一致。实战就是黑棋是飞，他就是担心白棋点三三，就像我前面说，对，说黑棋先不走这个四路打入的话，我当时就是说是在这一飞或者是在这个地方飞一手。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觉得这个被搬进来搬进去有点大，搬进来因为这个后包再出来，这个不是互相牵制，是我攻击你了。对，所以我跟小花老的建议还是作为黑棋有一点就是不愿意被白棋搬下去。但黑棋现在采取的策略可能就是说我先占大的，快速的前进。白棋也很有意思，就是简单的粘了一手。以往的话有可能，但是他您刚才不说了这有个飞嘛？对，这飞的话如果是虎或者接，反正就这意思，好像不也没什么意思。或者呢就是白棋这个深深穴已经想好了，我就是走一个最简单的，一粘你肯定要虎也跑快一点，这样呢我就是能站到这个猜。这个猜啊，他现在是不是猜啊，他是猜三。对，因为你现在不敢打入啊，你打如果说现在为什么以往就是说这个你现在打入的话，白棋一小尖，黑的整个不太好跑出来，所以我觉得他是选择了这个猜三，因为这样的话呢，他多一路的话，对黑棋的压力就会大一些，至少这个搬又闪闪发光了。不是现在呢，作为黑棋，我觉得他有几种选，一种呢，比如说你在这儿联络，但是联络呢又觉得被白棋搬了，好像。从次序来说等于你没有打，你外面封一个被白棋搬，但是如果不联络被出来，你这块棋也没活，没活，这尤其是这地方被我先点一下你也很不舒服。对，所以在我们说的时间，我认为说不定已经用去一次时间纠结，到底是单关补一个缩回去呢，还是再抢一个，他纠结，现在半天补了一个，这还是我觉得还是属于比较理智型的，理性的补了一手，是吧？这个被出来，人家说围棋是怎么下的，我说围棋是一人一步，这一出来这两块，对，有点着急，所以他还是要走。但是从如果他还是要走的话，那么当初是不是这步小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问题，就是从事后来看，因为。你如果直接搬虎，我想黑棋如果封住的话，白的也会去搬那个。至少这感觉就是说是现在看像单关连回了。而且这一手没连，完全连上。哪天后了这个地方，对啊，什么地方都能变，还是有靠断的。对，他只是说是连一下，但是没有完全连上。白棋打入。
就是为什么啊？我觉得现在三三就是人工智能给出了我们点三，就是说点完三三没有觉得你这个是后事，我先把空捞了，然后伺机像这样我打了力啊，再贴起来之后，我对你这几个字还有点想法了。对，就是我们最初最原始的一个图，就是说点完三三以后黑棋很厚，现在但是实际上是随着各种的那个出现，包括后续的手段，就是实际上来说并不是我们原来能自己想象的概念里边的就是后市。对，就是可能人工智能给了我们一些启发，就是对于棋的厚薄，对于子的这些子效等等，它给了我们一些启发。这个时候他打入了，不，没觉得危险是吧？吴光耀没觉得危险，没觉得。但是申真旭觉得你有点危险的。我觉得。但是我想这个刚才你说没危险，我坚定的相信没危险。没危险是吧？至少暂时没什么特别大危险。前面我们看到画面上申真旭，哎呦。靠这个，我刚才在说啊，这个央视给你看这个画面非常人性，两个人都看见他们的各表情怎么的，然后我觉得他们俩表情特别适合于下围棋，那个给我们示范了一个围棋的一种礼仪。但是刚才那一瞬间的时候，好像那手势也是很匆忙的就上去了。就是我估计这就是快棋，可能读到28，这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会计也能。你看那个乌冠亚这个就看着就，徐徐的那种感觉，非常的美。但是他打入了一个脱先是什么意思？小奥了，你给我们解读一下嘛。我想这意思很好解读，就是说他打入被一靠以后，突然发现，就像你说的，有危险了，他就先不走，先不动了。对，因为他如果搬出来的话，他是不是怕白退吧？你如果往里边搬，我就退；你往外边搬，我当然就断，那就不用说了，对吧？对，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想弃白棋，想弃子，对，是不是像是让九个子二路拖回去了，是吧？对，他是要退了以后，你如果接，他脑袋再给你搬进去。对，我们说的是左边，但是现在的棋局啊，在右边已经发生了一个战斗，他也就是打一个。当做适应手打入一下左边，对，你也可以这么解释。待会儿这起作用了，你解释呀，解释权归于对我们是吧？说你为什么老早就知道这个打入要先打一个呢？我刚刚说我已经想到了50手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啊，白棋尖冲，然后黑棋爬了，先回了。然后老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啊，现在可能大家用电脑啊比较多，所以好像棋手大部分都戴眼镜，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特点？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吧。还有一个，现在因为那个手机嘛，就是像我平时基本上就是说，一天可能应该很长的时间在看手机，因为那个手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我们可以通过手机解决很多的问题。是的。黑棋吴光亚下得非常的结实，这个不是在下五子棋，这是在围棋，但是尖呢是最这个结实的一个下法，但是总觉得速度会不会慢一点，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不可兼得是吧？你结实了，可能就速度上就会慢一些。对，这个是辩证的。同时来说，经常那个我看那个聂老师就给小孩子小朋友一说课，你们一句话很简单，不用什么围棋有什么好，他都不说，你们都来学围棋吧。这个其实围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我就觉得，从我的角度，我就觉得它是一种，或者是一种平衡。这种辩证。你看这，你刚才说这个慢了，它是结实了。对。但是慢到这过于那个慢的时候就缓了，对，缓了，不叫慢了，叫缓了。吴光亚这一手棋拐又是感觉上很厚重的一手，这手棋很耐人寻味的一手。对，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白棋现在长，他就要三路长。那么等于我这下拐呢，一个是对于脚步我更加结实，第二个呢，白棋的这个棋形啊，并不是说很好。那么要不小奥了，我们再
借助一下这个人工智能，让高鑫给我们再分析一下现在的这个局面的一些变化。对，因为现在白棋进入了一个有一些选择，对，选择比较多。对，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对，看看他应该是要连，但是他怎么连？所以一个是你刚才说的藏，一个就是尖在他的三个子的地方尖他一下。总而言之，应该是要联络，因为如果不走的话，被黑棋一飞啊就断开了。那个肯定要走的，要不然你这完全无视人家三子连。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人工智能是怎么解释的。但是他首先先下了。好，他尖了一个。然后现在黑棋跳出来。他们说啊，这个进程啊有点快，说那我们两个人就根据这进程看着那画面就可以节约一点时间。节约一点时间啊，就是说我们就是 AI 的这个变化。那么他是给出了好像是说要挤啊 AI 的，但是 AI 是说的要尖。对，这个连是肯定要连的，但是呢，就是他说是黑要挤。为什么挤完难道是准备不走？我是觉得挤完之后他是有想脱先。对啊，要不然的话就不应该挤。对，应该。在这一带走，他可能是在下边，他可能果然大飞啊，或者说猜一个，对，他猜得高的。因为如果说黑再走的话，那这两手是，对，就感觉要保留一下。人家经常说，你说哎，其实他是讲道理的，能够就去理解的。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一点，就在这个地方，现在给了我们画面，我们给解释一下。这棋白棋黑棋如果搬出来呢，不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断，很多的时候靠呢是一种气，就是说气子，对，就是说你搬哪儿我断哪儿，对，然后这样，然后呢你吃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刚才那个常浩说不怕就是有问题了。实际上来说呢，由于白棋现在如果这么下的话呢，我估计他们俩人不是在围甲的赛场上，对，烂九个子，所以呢白棋呢是会藏在这儿的，黑棋接住呢白棋搬进去，黑的这里面可能不见得很好腾挪，即使是活了如果很局促的话呢，比如说这边有个先手，你这边脱退都是后手，就有点危险。那么实战我们看看他是就是跳了一个，他实战是跳了这个，然后白的呢下来，确实就像前面 AI 给我们解释的是挤了真先手。现在白棋走到这儿了，黑棋走在这儿，黑的呢是要这个是肯定要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估计如果就是他在小尖，也就是说守住这个角的话，那么当初这个拐啊，就是在对无论走哪他都不太对，这个拐的那个子就显得有点重复了。所以呢实战呢黑的呢是要分段白棋。他这个呢就是白棋大飞进去的时候啊，黑的很凶啊，这个乌光暗下直接就点断。我觉得这时候点断还是眼睛挺亮的，这一手棋好像因为他充分利用了当初这个地方黑棋拐的这个子的厚重。那么现在前面我们看到啊，这个画面中好像，这个申真绪很匆忙的，又是很匆忙的下的。因为这个点好像确实不是。因为如果说最直接，我们先看看最直接下吧。这个的黑棋顶，然后一断，白棋长进去的话，黑的就爬，因为这地方已经有了拐了呢，白棋这两个子在里面是活不掉的。那么这儿呢也搬不下来，搬我就能断。一般来说。好了，我们好像觉得爬二路有点亏，但是现在可能呢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你这两个子啊完全死在里面的话，黑的就算多爬几个应该也问题不大，我就一直爬。而且这个地方有子，我这地方出来了，也就是说你这些在外面的子啊可能还是我攻击的目标。对，是不是说你是在走在外面就一定就是后，对吧？
所以他不能两个人又达成了一致。那他一走的时候，白棋就没有在这挡，而是很匆忙的拖了一个。拖了一个，他呢是就是想你分段我没事，我活在脚里面。因为这样的话呢，白棋是不能，黑棋是不能搬的，搬的一段的就连上了。对，所以白如果搬，那就是白棋一段。那这是不可能的。黑棋如果打吃，那么白的由于这两手的交换，就可以把这个子贴回来。所以黑棋基本上要不就是贴回来。要不就是普通的下法就是贴回来，比较干净。白的可能顶一个，那黑棋二路拖一加一个。但是加的时候呢，我可能能先打一下。那我好像只能贴这个。贴出来，我再搬，应该这个白棋活个这个角是没有问题。那他是不是打一个打柱之类的？对，这样的白的就捞取实控，那么黑的看看在下边能不能围出一些模样来。现在实战是实战，他的下法是走哪了？我们现在他拖了一个，顶镜头的这个画面不知道对是哪，对是就是拖完之后黑的现在还没下，是吧？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些人工智能他果然就是下的这个顶，他等于说是这个顶，对，他属顶的。对，就是要顶这个。前面呢被白棋顶了呢，他觉得活了更大一点。现在呢，接住，这样可以压缩一下白棋，然后他在一小尖，白棋挡住局部呢，白的是不活，但是黑的现在应该是不敢吃，对对对，因为他白棋有个挤的这个先手，对，但是黑的，他就是老老实实，老老实实的。这盘棋我感觉吴光远下的很。扎实啊，很结实。这期我觉得我首先我们让那个是不是让人工智能那个决议给我们判断一下这个的转换，结果怎么样？我们看一下转换的结果。有的时候人判断是感性的，而人工智能它是非常理性的，对来判断，就是这个形成肯定是形成转换。白的现在呢把角控，获得了，破掉了黑棋的这个角上的目数，但是呢黑棋就看能在边上。能够有多少的补偿？第一个就是说它的那个转换如何，第二个就是现在的胜率大概是什么样，是吧？对，我们说形势，人工智能说胜率。胜率啊，对。现在局部呢形成了一场意想不到的一个转换。然后下到这里呢，决议给出的首选是白棋先安定边上的五个子，就是拖了立一个，这样先把自己的眼位大，就是白棋先安定自己的那个大龙，然后角上的话呢，可能在决议的眼里认为这个角上暂时不是很大。这个他跟我们说的是跟人类，可是人类觉得这脚好不容易进去了，能不要吗？不是这个确实人工有点跳跃吧，太跳跃。不是活了一串之后，他说给出了我们是他觉得拖了力，这边拖了力，因为这个呢，这手棋大当然是非常的大，因为它呢关系到双方的这个眼位的这个厚薄，但是毕竟如果这个脚不活的话，我觉得从人类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会去这么思考的。反正他现在是这么给我们，我们可能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我觉得我们等下完了或者打那个，大家还可以去慢慢的去品味一下。但是从人类的角度来说，不可能这个活到走到一半，这个脚不要了，那这个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思路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证明的就是说，吴冠阳说对，拖了力大，你看我飞了。那么白棋现在也要必须要出头飞一个，黑棋然后黑棋补一个，然后白棋再压过来。这个几招还是跟刚才的那个人工智能的分析还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对，刚才那个黑棋力很大，他现在已经把那个左上角的二路力，就是我们右下角白棋做活很有意思，他是立在这个一路做活，普通呢可能是跳在一二做活更多一点，从目数来说可能那样跳在一二活更好一些。但是呢他主要是考虑到左边那颗子他以后二路挡下来是先手，他还要活动。对，他说我这颗子那个生命力应该很坚强的，
他是强调了这一点，就算你现在黑棋在新位的地方有了一个边上的那个，现在数过来应该16、4路有一个，刚才补了一个，但是这白棋还是依然应该没死干净，对，还是有活动的余地。嗯，现在黑棋在12路立了一个，白的应该是要在上边，我感觉会对普通啊，从人类的这个思路的角度来说，肯定会是在上面，因为如果不走的话，被黑棋在三路，就是白棋虎口的那个地方飞一个六三六路一飞，对，那么白棋的眼位就会比较局促。是，对，话音刚落，白棋这个深圳序就在这儿啊补了一手。对，如果黑棋敢挡下去的话，白棋可能往上贴，是不是会走个先手？对，你挡下去，他肯定是想抢先手的。对，所以估计黑棋要不就在上面挡一个，要不就不走了。我认为，我认为他会脱先。对，我也认为他可能不走，因为上面挡一个有点损目，总是未来希望能挡下去的。对，但挡下去又怕落后手，他会不会对？哎，动出了。是，对，我刚想说的，我没想他动出，我以为他在那上面跳一个呢。嗯，把那补补牢。这时候激烈了，知道了。这个扳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白的呢是不是断的？嗯，白的是要退回来。嗯，他有没有可能回头是岸又跳了一个呢？回头是岸吗？嗯，这个能接住吗？我觉得以乌光亚，我感觉是要粘出来。嗯，他的那个，你对他的了解？我对他的了解，他是要粘出来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棋很重要啊！哦，真粘住了。粘住，我对他了解，他是肯定搬了要粘的。嗯。那么这个对于白的来说就没有选择，必须要把你头给摁进去，不管你是不是能活，我也得把你摁这个摁进去。也就是说，前面的胜负其实来说，就某种程度虽然说不能直接取决于这，但这地方好像应该跟胜负有非常大的关系。嗯，现在应该说已经到了一个中盘的一个作战焦点的一个地方。嗯，拐是也是必然的。对，就拐完之后，拐完之后接下去黑棋走什么？二路打一个，先看看。二路打一个白的呢，肯定不会来硬吃你。嗯，硬吃的话呢，自身可能也有点危险。嗯，白棋可能藏一个，白的可能对藏一下，他直接搬出来应该是没有的。无论搬出来杀气的话，可能是不是气不见得够啊？那个黑棋气不见得够。对，如果是够的话，直接三路打吃。他抠吃这个字。嗯，他要直接做活。你如果吃在四路，他要立下去活，还是提？我觉得现在白的会不会还是长一个？长吧，对啊，嗯，有一点想长一个，嗯，因为，嗯，对，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长一个，嗯，因为你如果打的话呢，感觉有点俗。对，因为打完你还要补断点，那这断点就不知道往哪补了。对，所以肯定是不交换更好一点。他，嗯，呢，就像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地方你活在底下呢，白的也不怕，因为本身这地方他觉得认为目数也不是很大。嗯，那么他走在外面，尤其呢他现在在四路这边长了一个之后呢，今后啊对于黑棋底下的是也是有威胁的。嗯，那就尖了一个，这样的话呢是左下已经活了，但是下边以后白棋有打入的话，那个四路长的那颗子啊就是还是会发挥一些作用。但是我在那想，你刚才说那个乌光亚这棋肯定会接的，也就是说乌光亚的棋还是比较激烈型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的角来理解的话，乌光亚会不会觉得下边这棋这空已经是我的了？因为我活了这个左边之后，他觉得他你这块白棋还不厚。但是深圳序肯定觉得这个不能姓黑，对，他想着他这个他肯定是要想着打进去，因为现在呢我先三路打吃一个肯定是先手，如果你站上，我无论是四路打入或者在三路打入，再加上配合那个右边的那颗子，应该是黑的不太好吃。我觉得你如果是二路就打刚才黑棋抠吃的地方，白棋二路打的话，他应该不会接吧，他就虎一个，他因为他那边不是能漏回去吗？再难看他也是回家的呀，他上边，所以他如果接的话被你外边再接一个先手，这个左下就下边是黑棋就太薄了，那他可能会试一下硬手打一下，他直接就出来了。嗯，直接就出来了，他可能就是打他怕黑的
不沾，他觉得可能有点损、嗯、损眼，他以后可能想整体的还是想打入。这个黑棋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待会我们让中央台的人给我们看看他们两位棋手现在用了多少时间。我感觉是用的时间都不是很多，嗯，可能都用了两三次，我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判断会不会对，因为大家都会把最关，因为现在这是很关键嘛，对，就会把这的时间可能用在这。刚才我们在说的那个一点呢，就是说，不是，我是想打吃这个，打吃这个，对，那他肯定要接住的，但是他不打会不会觉得担心黑的不接呢？我是想，我是说黑的。如果打掉，嗯，如果将白的如果打着啊，打着、嗯，我就在思路这走一个，你应该也不太好。我这棋就拖不过去。对你拖的话会有点障碍，嗯，我搬下去，我搬下这，搬这个，这边我可以打了打，嗯，可能有一点，也就是这个打有可能打不着。对，我觉得黑的可能会他担心虎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提的话，道理，他就搂打，嗯，这个就是可能时控稍微损一点，但是他确保了在下边。嗯啊，这个棋形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能把下边的空全给围上。嗯，所以呢，白的也没有打这一下。白的是直接靠出来。直接靠出来，对。这个靠出来比较激烈一点。对，反正黑棋应该不会往这儿搬吧？搬才就长出来。这个正好是两边打架了。哎，我就长出来。他有时候有没有从这边搬？这个比较复杂。搬在这个地方是吧？就是搬呢，我肯定得断。嗯，这样呢，它这个一路力啊，还是会起到点作用。尤其挡下来的时候，它这儿有过。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平时补在这儿和这儿的区别。因为一般来说呢，这个补这个角是会在这个一二路跳，这个补得更加干净，差不多六目棋，是吧？是非常干净的。那么从目数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这个力呢肯定是稍微亏一点的。是，但是呢，它多了一个这个挡的。对。这打完之后呢，这有个一路搬回去，对这作战有好处。嗯，实战他是先点了一下，点了一下，这个好像是，这个应该命令性的，对，这个你要不沾被断，这个白的两块肯定是有问题的。是，他点一下，然后就搬了。那白的是肯定是要断吧？嗯，这个我觉得不用，对，不用去考虑，这个靠了不断，嗯，自我否定，对，嗯。但是断完之后黑的会走哪个？对，他现在要用时用，就是断完之后黑的走着白，这个地方可能应该决定胜负。哎呦，他不断，他真的没断啊？他否定了吗？对，这个我觉得有点去了。我们得看看那个，让人工智能来看看为什么不断？难道人工智能也是走在这？那可是那个，我觉得有点附体了。经常现在说我们经常学习啊，慢慢的也会跟他越来越近，啊、越接近。对，但是如果这招也接近的话。我觉得附体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哎、嗯，这个地方不断确实是有一点超出人类的想法，嗯，这个，哎，来，嗯，这个地方就是白棋在之前是靠出，是准备动出这一个白子的，但是呢，在黑棋做了这手点刺的准备之后，在搬里面，人工智能给出了最佳的推荐，就是把这个子给弃掉。嗯，好的，他的人工智能呢给出了很意思，这先打一下，还是先打一下？嗯，他的意思说这两个字走完之后，哎，这棋就是不断的。因为他，我前面想了一下，他是引征。嗯，因为如果说你断的话，嗯、可能他担心黑棋打吃。嗯。白棋如果长出来，嗯，黑棋就粘上，嗯，那么有了这个点，这地可以粘掉了。哦，这就刚才高兴说的，嗯，它起到了一个引针的一个作用。所以点到之后呢，白的呢，它就是说人工智能给出了我们是就是弃掉这颗子，它这地方还是先打一下，考验你一下，然后你如果你粘上呢，它是就长在这儿，就简单。那你这种要接在这儿。对你无论接哪个，反正他就弃了。我也是在这一代吗？对，这一代什么这一走，他等于要把这个当中啊，得围上。嗯，同时呢，他是瞄着这个地方。前面我们说的，嗯，白黑棋虽然飞了一个，但是你并没有连上，你只是说飞了一个而已。我这随时一靠，
对，也就是说，随着周围的局势，现在这位由于你这都是木数了，那我是相对的比较厚一点，它在变换之中它就有靠了。是，前面小奥了你也说的，围棋充满了辩证法。当然我们既又最好是实地也得，后势也又厚。那这个呢，成为那就不是一个等量同等级的棋手了。你无论做什么事，你不可能什么都要得到。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棋逢对手，那么你获取了后势，那么可能别人就获取了实地。那么现在呢，等于黑棋获取了这个实控，白棋在外面有了一些呼应之后，白棋可能就会冲击黑棋薄弱的地方，贴了一下，跳回去。白棋打一个，他打一下是什么意思？打一下就是说你现在是不能接的，是吧？为什么接我是不是要接啊？如果是我要打一下，如果说是你看提掉的就打了，对。因为待会儿如果我们有画面的时候，对，因为你如果粘的话呢，白棋粘完之后，白棋底下已经活了，所以黑的呢还是提掉。因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待会我们看到画面，可以给大家这地方摆一下这个变化。他提掉之后，他马上就打，他就是不愿意被你这个圆上。他想把左边走得更厚一点，可能是这个意思。黑的就黑棋跳回去，黑棋跳回去。如果白棋现在刺不着了。对，那他为什么不先刺他？怕人家先粘掉，底下先粘掉，先刺没有，先刺他贴住你就靠不了，你靠不出去了。先刺呢有刺的亏的地方，黑的贴完之后联络更加清楚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刺你要冲断我觉得可能那个地方靠断的可能性也是挺大的。白棋倒是不急，不急不躁，有种赢棋不闹事了吗？这个我觉得快棋可能相对来说是确实不能太着急，等待时机。现在你能判断出来现在谁好吗？我感觉摆得不错。感觉摆得不错。不知道人工智能会不会这么我的判断。现在就是有了人工智能之后，有的时候我们职业棋手自己也会有一点好像。我们职业棋手有的时候有点依赖，而且看看人工智能就完。那业余棋手是个福音啊，他们经常在我们棋手，你看这个不用判断谁赢了，你们今天比如今天现在怎么样了，他们一看人工智能告诉说，所以呢，今天这个有的时候啊，对于职业棋手，我们的好像权威性是不是要受点这个影响嘛？或多或少我觉得会有一点吧。因为你想前几天不知道是谁跟我说过一个。也不知道是段子还是就是好玩的，他说因为有了人工智能。柯洁的父亲，柯洁爸爸，柯爸，他们叫，在柯洁下完棋的时候，他也可以给柯洁讲，哎，你这步棋你下的不好，以前不可想象，是吧？但是现在有了人工智能，哎，因为他拿着人工智能，借助人工智能，没关系，柯洁就说，那我跟你来一盘，下一盘。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来说，还是给我们带来一种福音。你看，用他补了一手，这个都是比较都是比较合理的。不是这个呢，补呢肯定是需要补，而且同时他也是在消白棋中府的这个潜力。但是就这手难道就补住了吗？对，小孩说我以后在你飞的地方靠一个呢。对、比如说这个地方啊，我说的是这个，但是没有还，就这个地方有没有靠的这个。反正有各种的靠，白棋冲了。冲黑的肯定要渡、冲的是一种是打一下将。点的话黑棋冲上来的，对。点肯定黑棋要冲上来的，但是是不是就能什么冲的时候，是不是因为那个冲完，现在白棋冲完的那个地方，白棋团一个，虽然我就不见得团，我就这意思，所以团一个也是先手，所以你冲上来的时候，我说不定能靠。哟，他冲是为了打将，先收，对，这个很大，这被黑棋如果挡住的话，对吧？现在这棋黑棋毕竟要显示我刚才。你不理我，我刚才搬的时候你不理我，又飞又压又搬，我这地方连走三手，我总要对你这个上边啊，就是说威胁你一下吧。至少白棋黑棋现在的生死呢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从这手搜刮到什么程度？搜刮一下，其实我觉得现在前面人工智能说的，就算弃掉底下那颗子呢，可能靠完之后要长一个，
其实这手尝试挺大的，先不走的话，黑的找机会，我特别想爆吃。嗯，这个爆吃一下，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手。嗯。这棋为什么他没藏的原因？他难道像将来保留变化还要断下去？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这个一些想法。对，尤其是职业的这些高手，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不知道这个藏这个藏，而是呢总是想着我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嗯、或者我保留以后有更多的一些味道等等。嗯、但是呢，有的时候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对，应该走的，有的时候想太多了。听到你不待会不就被爆吃了吗？对，就是我人类就想着那个保留变化会有更多的那个意味。对，嗯，补了一个，跳一个，嗯，白棋好像黑棋就这么补一个，我不认为它补住了吧？这好像我如果是飞一个呢，我如果飞起来呢？飞起来它就靠住，你再往上靠，对，那我就并回来。你这棋就是。所以说把黑棋跳到这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电视镜头看到飞了小哈了马上，我觉得你可以，对，你跟条定盘下的一样，没有，我还可以来讲讲棋啊，飞了一个，不是条定盘，申真旭啊，申真旭，对对，嗯，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呢是现在代表着韩国最高的水平，所以也有的时候把这两个人会搞混了。嗯，对，但是朴廷华今年在那个联赛成绩好像不是太好。对，这两个人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对，等于说申真旭他还需要一个突破，也就是说申真旭从理论上来说应该还是没有拿到过世界冠军，他是拿了亚洲杯的冠军，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作为2000年出生的他，应该是也是需要用世界冠军来证明自己的这个江湖地位也好，对对对，或者说他的这个成绩吧， 对， 对吧，在韩国因为你胜率那么高，你居然没有拿过世界冠军，也很稍稍有点奇怪。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对一些无冕之王也是表示了一种崇敬，但是还是希望有这个加冕的时候。对对对，所以我想申真旭呢肯定作为他明年的目标应该是肯定是世界冠军。去年这个时候申真旭我印象中好像是在成都天府杯输给了陈耀烨，对，他拿了一个亚军，这个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申真旭是一个上升的，而陈耀烨是89年的，相对来说好像似乎是应该是似乎啊，点到为止。对对，但是呢，陈耀烨，我记得有一段话，我当时印象特深刻。当时后来他获胜以后，媒体采访他说：“你那个局部下的好像是有点亏的。”他说：“对，我前一天晚上研究过，是亏一点。”但是我亏一点，他说让人工智能给他研究了一个布局。我亏一点没关系，我只要心理上占便宜了。啊，心理。他说：“你看我下的这么汹涌成竹。”或者呢？他还有一种下法，就是陈耀烨可能就像小花你前面说，他89年出生，相对来说他的年龄上比申真旭要大11岁，所以这时候他可能会选择一些更加自己容易掌握简明的一些下法，而不是说上来就贴身。哎，我们两个人在说这，我觉得这地方要出结果了，要出结果了，这地方肯定要出结果。这个前面我们说了，白棋飞肯定黑棋呢靠呢要联络，白棋很有意思，如果说他直接硬搬，他担心黑棋一顶就回家了，可能白棋反而没有好的棋下，所以他下得很妖柔，在这个地方的象对他让你再三子连，那你就不好意思连，然后等你搬的时候他再挖，所以这步飞点啊，我觉得挺有韵味的，这个地方我觉得棋友们可以去回味一下，如果说在电视机面前这个棋迷朋友们啊，棋友们可以想想，如果我们一般的感觉，尤其是这个爱好者可能觉得，哎，我就是一般的跟你硬干啊，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以退为进，我觉得这部点其实是不管它的是否好坏，至少给了我们一种参考的一种价值。没错，等黑棋现在搬出来，白棋再挖，然后黑棋顶，白棋现在断掉。
然后经常有人说这个棋怎么看？其实这个棋这么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它特别有味道。这个黑棋的棋形，所以我觉得其实看棋还是挺喜欢看人类的这个比赛。虽然我觉得好像有一度的时候，刚刚 AI 出来的时候，大家就看 AI 跟 AI 下，觉得神仙打架，哎，他们这个棋，但是好像眼花缭乱，眼花缭乱。但是看了一阵之后呢？他们的棋就是 AI 给出了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可以去借鉴。但是呢，我们好像还是更愿意看人类的这个对局。可能它更有一项温度一样的感觉。他吃了一个接住了，对，先吃了接住。黑棋连呢是可以连回去，但是呢，通过这一串呢，白棋也等于把黑棋有一定的压缩。这个能冲吗？啊，冲的话可以，我侯的话他就冲回去，是这意思吗？对，这个冲呢可是可以冲的。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当白棋侯三角在五路侯三角冲的时候，黑的千万别去断，一断的话被白棋一景气，黑的就牺牲了这几个字。哎，他侯了。对，那侯的话呢，黑棋是不能断的，黑的应该是在三路冲回来，回去。 对，冲回来。但是冲回来呢，他是不是他就渡回去，就一路渡回去？他不渡，他粘，会不会？我觉得他要粘，你还没活呀。渡的话，你不能吃完了我再把它粘回来。在渡完之后再粘。对，我都要粘回来。他只能猴嘛，我现在一路渡回去，然后你打吃完了接住，我再接回来，全部接回。还是你就觉得单接回来不景气就可以了？这两个我觉得都可以选择。因为他如果上面粘回来以后，他那个地方挤你一个很舒服，就你那个三连尖的地方。你看今天深圳区比较给我面子，我觉得小老你可以明年参加女子围甲了。不过下棋真的挺快乐的一件事情。他一冲，他还渡过，应该黑的大概会打吃一下。打吃了接住，打吃一下。白棋如果白棋应该是会在一路粘，然后黑棋再粘回去。确实这交换完之后，白棋再把那颗子粘住的话，黑的整体呢就是活是可以活，但是有点我就是被压缩的感觉。是什么什么路子？他就是上洗手间了。对，我们看到画面，我一瞬间把我吓一跳，因为他认输了是吧？他怎么会形势不错的时候他会突然认输？因为呢，我们这个是快棋的比赛，慢棋的比赛呢，你因为没有读秒，你反正就用自己的时间，就是说你没在读秒的时候，你要去就要用自己的时间。你就用时间。你如果是读秒的时候呢，你有一次去洗手间的机会。机会，对。对，但快棋呢就是一次。一般来说，我们就是一次。对。是吧？就是不成文。当然，你如果真的着急，你说你去两次，可能对手也就算。但是，这个就是一种。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种约定。反正你去之前要跟裁判打一声招呼，试一下，然后把钟停了， 对吧，等于是这个对手等于是也有思考的时间，也不走对手方的时间。这个他们说有一次发生一件事，就是说不在读秒的时候，然后呢离读秒特别近，然后他就去上厕所去了，自己也不跟裁判说，回来以后读秒过了。这个算不算？ 那肯定得算数啊，那只能算数。规则面前，你要研读，就好好把规则弄清楚了。这也正好是给大家说一下。所以呢，这个小奥拉说到这儿，这个上厕所的，这个时机啊，也是很有经验的。你看这个深圳去上厕所的时候，因为你上厕所，对方有思考的时间了，对吧？这个暂停了。所以对方有时候，所以深圳旭是选择了一个黑棋下一手必须粘的时候，他去上厕所去了。那也未见得啊！你看，你粘完了，我粘完了，黑棋要思考的是很难的，很难的，是吧？对啊，这次给了吴光亚一个机会，机会是吧？啊，我还觉得是深圳旭，你看非常有这个比赛的这个经验，对吧？他并没有说是在对手要靠思考，就是说很。就是有犹豫选择的时候去的这个，而是让你必然的这一招。哎，我现在我们说了半天，难道吴光亚没下吗？吴光亚他不用下，他等申正旭回来他再下。哦，中停了，对对对，中停了，对吧？这个比赛的规则是这样，你不能说。我以为是等那个中开着，让吴光亚下完了再停。对，以前是有过这个，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基本上是就是说停了。以前都是就是说。所以我。小了，我才说这个申正旭很有这个经验的。对，以前应该正常的是那个吴光亚下完了再把钟停了。
但是下完了谁给他停呢？裁判呢？但是有的时候他先跟裁判说一声，要跟裁判说一下，是吧？但是现在好像一般的棋手都是先停了中，然后再离席的。这个乌冠亚显然有觉得那个里边有点热了，也把西装给脱掉了。还是因为形势他觉得不是特别的好。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白棋接住了，现在棋好像有点，黑的好像这一串啊下的有点太瘪了，好像有点萎缩下的，这个就是都是一二路混合，然后也没什么目。这一段，尤其我感觉前面我们再次说到那部飞的跳回去了，跳过去，但是以后可能还有点收气的味道。这个以后收气，这而且那个地方三路被以后他冲完了一级，然后一滚包。这个这那边再一加，滚完包以后，他待会儿我们刚才老早一直没交换地方，是真说不定有断。现在给我们看到的是孙正旭的特写，这个直播有这个好处，对，随时随地你想看什么说一声。他就给你拍一个画面，他还是下棋是比较冷静的一个啊，有一点点像当年的李昌镐，也好像不动声色。现在就是第一要判断一下形势，白黑棋。现在我们对简单的给大家数一下目，我觉得黑的现在等于左边可能有一个十目多一点，十五目肯定是不到。不到。那么下边如果说就。白的如果算把这下长掉的话，接住。对，黑的可能这一块应该是20多目吧。这个10多目贴完目大概。加上当然这两块加起来差不多40目。那么底下可能这个10目不到，因为前面我们说的可能还有一点以后有收。对，有个挤。这个白棋一冲啊，这个地方黑棋是有点今后有会有点难受的，一冲黑棋只能度过。然后白棋这地方一挤，黑的你打吃接住，然后白的断他一个，对，然后你粘完之后白棋断，利用这个气子啊滚包，然后今后这一加可能你还得收气，所以这地方黑的很难受。就白棋这地方呢又剩下好多的目啊。对，所以呢黑棋应该是全盘我觉得不到50目，那么白棋呢这个角呢是5目棋，上边呢就是不算潜力啊，至少。这个有15目，加上那个有贴目的样子，有20目，肯定是超过20目的。当然这个潜力都还没有算，加上这个角呢，已经有差不多25目到30目之间，可能不到。然后中间这还有潜力，包括上边。总而言之，我觉得现在的肯应该是白棋优势，黑棋虽然。而且黑棋这个50目是没有什么发展余地了。白的呢，现在看上去粗粗的数这个空，可能也才30目左右。但是它潜力很大，你看中府的潜力，上边的潜力，而且黑棋这地方又有点薄。不对啊，你薄是薄，这地方白棋是不是有这么吃了接回来？哦，没有，吃掉了。我这个吃掉了，吃掉了，没事。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白棋，我感觉是会好下一点的局面。哎呦。在说的同时黑棋已经啊，他点了一个，啊，白的点了一个，白棋点一个，黑棋点这个的时候他脱先了。他点一个，他如果挡住，他想干什么？他挡住，他就顶顶斑斑，可能就顶了，顶顶斑斑就围住这个就行啊，围中控啊。但是黑棋点他，白棋也没应啊，他是贴的。他贴哪儿？贴在那个一开始上边的这个地方，四路贴了一个，就黑棋飞的这种。那黑棋切断，然后他在挤这个，他显然已经看到他因为这儿有个挤啊。他认为你贴他是不是直接冲断了？有这个可能。你这棋退的话，你现在退他也可以啊。这个断一下黑的不亏的，总是要断一下的。他就是说整体要攻击你，你如果退回来。他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要冲，或者说，我点这个，对，点这个好像可能比较你这个棋形啊，好像有点难受，这比较有文化一点，对，这点在腰眼上，你一走这一缠，这又要死，所以黑的可能不能，可能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怎么补，白黑棋有点薄，就是你前面的站你都是漏回去的，对。
因为啊，这个地方啊，因为你薄，所以以后这种地方都是被别人给都提回去弄回去的。对，刚才老早我们说的就是说这个打的时候是必须打，如果不打人家先接掉了，所以打的时候他是接不住的，正因为没走，打的时候他可能会接在这儿，所以这个白棋是时机。当时对，哦，现在是黑棋搬了一个，黑棋在天元搬了一个，白棋拐一个。因为乌光亚作为乌光亚来说，现在不仅是要自己联络，同时他一定要想办法尽可能的压缩白棋的潜力，因为前面我们给大家形势判断了，黑的五十目不到，也没有太大的潜力，如果说让白的这个潜力全部能很好的发展成实控的话，那么黑的目数上可能就会有一点吃紧。对，还有现在啊，这人类的说，你看这地方如果是吃完很厚，将来这个段确实就成立了，也是有目数的，有可能的。对，哦，你看，所以白棋搬，黑棋还是要搬，黑棋不能轻易的让白的上面围得很大。是，如果走在白棋的位置，黑棋一残，那就安乐死了。对，空太大了。所以说他现在他必须要搬，现在白棋冲出来，应该黑棋会贴回来。白棋可能顶住之类的。整体来说，稍微黑棋稍微有点累。白棋肯定会顶出来，因为他不可能吃在山路吧？吃在山路，黑的就顶住嘛，顶吃一下算了。现在要不，然后我们让高鑫再给我们判断一下形势。对，现在关键。关键是形势，就是说形势怎么样，他顶的话是战斗，他吃的话就是收控，是收控，因为他显然他是不是觉得空白的已经是可以了。对，因为黑棋现在是不能从那个星位吃下去的，对，只能吃下去整体是有点薄的，那个可能白的基本上是能把这个时控 围上。对，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人工智能给我们判断的形势。经过那个右上角的定型，白棋是收获不小，就是明显获得了优势。然后呢，在这个上面的战斗当中，白棋可能下的不是那么简明，本身如果说在黑棋跳过的时候，白棋如果简单爬回，是白棋有70多的胜率。然后现在呢，决议的首选是顶完之后点这个。这样的话，白棋的胜率是在64。这个跟我们的刚才的那个感觉一样，这还是想顶出来。对，想顶出来，就是决议的意思，就是说还是想对于黑棋这一块啊，进行一些攻击，然后他这地方再点。如果这样的话呢，白棋是64。60几。如果说是在这都没走之前。白棋直接就是三路爬回去，就是，这么简单的爬回去，这个，对，都不走，因为黑棋点了断之后，把这地方破了，把中府的这个白棋的这个形，这个模样啊，潜力还是破掉了一些。那么现在黑白棋呢还是吃回去，吃回去的话，你其实比单从爬回去的话，其实涨了没几目棋。但是这个被破掉了，但是这个被破了，所以就10%没了。所以不是现在这一吃不见得有60几了，不见得前面是顶了有60几，这一吃会不会又掉10个点？所以现在的棋可能也是蛮接近的，对，因为其实后堡产生变化了，对，前面呢就跟我们判断的分析差不多，就是说在上边黑棋这个跳过啊，这个还是白棋还是明显便宜了。黑棋顶完了以后是走的哪一个？跳了一个，那白棋冲了，黑棋又不是黑棋。那个他提完之后，他先底下火吃，恶狠狠的把这吃了。对，前面你一直说这个不走啊，你有隐患的，他把这个补掉了。然后呢，白棋冲过来，黑棋跳了一个。如果说是黑棋这活得很干净的话，整体来说黑棋占了非常大的便宜。那我觉得，如果说白的这没有特别手段，让黑棋再活个几目棋的话，可能形势。就跟我们前面判断是会有是会有不一样的了，因为作为黑棋这地方我也捞了一手棋，是吧？这手棋这地方也捞掉，中间然后我把你中间的都破了，你如果只是单纯的围上面没多几目棋啊。你这个因为是本身来说就是攻击黑棋，本身目是没什么，本身没几目棋啊，没，所以现在就要看白棋有没有一些手段。
要得到一点便宜，就像那个刚才的右边能够得到一点便宜，看看能不能压缩。但是他选择了，是不是好像也藏了一个实战，好像也挺扎实的。难道他认为形势不错吗？还是不错？黑棋拐了吗？拐了。哦，我感觉现在的形势可能会发生一点变化。嗯，而且这棋啊，那很奇怪，白棋如果挡回来的话，这块黑棋如果挡回来的话，白棋这块棋不见得厚薄，围棋就这点有意思。你别的东西你可以对着一个目标，但是它是在变化的。这块棋刚才是厚实，待会被挡回来，说不定是。所以赵哲勋老师说的，什么棋最后两个眼摆出来的棋是最后的，无论外面发生什么变化，我还是活棋。嗯，就像小老你说的这个所谓的后势，嗯，对吧？可能现在是后势，但是随着棋局的变化，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嗯。也有可能被对方是一个攻击的目标，这个也是白棋黑棋走哪里了？没走吗？黑的拐了，白的没走，白棋跳了一个，白的跳了一个，对，这儿跳了一下，哦，就刺了一个，刺了一下，就是您前面说的一样，他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后保的，这几个交换。厚一点，这个没有断点了，这正常只能接住。对，现在关键可能还是时控，看看怎么样。哦，你是说这个地方要焦灼？要，对，我在想有没有直接断上来。这有没有那么深？哦，没有没有，我一冲。我可以冲，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深。然后你挡住我一吃一吃一吃，哎，我再一次再接回来。不是，我觉得就算打了打这个你也亏了，你没有便宜啊，就滚包是吧？对对，我即使是打吃这个，我先把这打了。你这个打不打无所谓。我是准备接回来的啊，你是准备啊把这个？我准备这么接回来啊，你这个更生猛，直接把对方砍翻。对。脚上你没活，这儿 A B 见合，所以黑的应该是不会断，黑的只能粘上。关系这个，现在就是控的问题。嗯，哟，他下的真的是冷箭，他怎么这儿又吃了一个？我那白的这一串从黑棋点来这一串，我觉得白的是下的有问题吧？这怎么孜孜不倦？而且这个吃完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好了。嗯，这个挤反而没了。前面我们说的，你没这个，你当初这个挤搂包是很严厉。是。你现在都这又花了两手棋了，你再走，黑的这个都清了。嗯。所以我觉得从黑棋跳过之后啊，白的这一串下的是有问题的。我感觉现在黑棋一长，真的你说的是对的。我慢慢的徐徐渐进，啊，你真的要对于你这一块控。这估计应该是不是先提一下，这个，对，提了一下，提了，提了。对于你的这个，因为这个要走的所谓的后势要直接吃掉了，所以基本上黑棋会接住。黑的，对，普通就粘上就行，这提一下就提一下，没有什么本质的。这万一哪天这个被吃完了，搬在这不活，我先瞪半只眼在那儿。但是这以后被刺一下，你。所以这地方不攻就吃掉，这有点怀疑呀，好像白棋一种很。要不我们再来点点目。现在上边我们看啊，白的是黑棋接住了，35目左右，35目加这底下40目，40目加上这一些，可能白的走了这个是吧？这应该是有黑棋将来把这吃完，白棋把这补一个50目棋左右。嗯，那么黑的前面我们说的13目这一块呢，多了一个吃，可能有30目。嗯，30目43目加上这个，也将近50目，可能深深许觉得他还是优势。这个未来可能他吃一个接住，你要补一个，对，大概就这样。我差不多有50目棋左右。黑的呢，现在如果这个边上不算，你可能也就50目不到一点。那么他觉得你这个贴目，白棋可能还是略微有一些优势，厚一点。嗯。所以深深棋下的还是非常的
就跟我们摆的是一样的，这个白棋必须要接住的，因为这地方对目数有点关系。黑的也会粘上，然后黑的粘上，白的估计要吃掉一个，因为这个如果不吃的话，黑的长出来，对一捅，或者这先冲也行，或者我长这个再一冲，哎，白的整个棋形有点薄，如果白棋补掉吃住，可能差不多50目，不好吃，对，不好吃好还是接住好？这冲完他打一下，但这个差一点，他都没走，他都没走，他都不走，都没走，走哪里？哦，搬了这，搬一下无所谓，总是基本上是，应该是会搬，对，就搬一下而已。到底他按理来说应该不会接这个，这个被先手提一下，不太可能吧？因为您说的就提完之后，这可能当中还是有一些区别，没有他或者就直接就可以走了，他就是走了啊。他就是搬了力，真的吗？真的，不是假的。这手棋跟你下的不一样。为什么？他觉得大。大，只能这样解释。哦，他认为这个没事，这冲过来的话，今后的这个目数，然后是我这先铺这个。我先铺这个，对，也就是说如果正常我们吃完了再铺，这是铺不着的，黑的尤其是你立在这儿肯定是铺不着的，所以你必须先铺这个，这个是基本功，但它提掉了你再打、这个、再打吃，黑的还是要粘上，等于铺着下便宜木棋，以后黑的要补一下，这是个基本功，对，还是立了，这边应该已经很厚了，没什么棋了。现在全盘最大的是哪呢？这个他走完，他认为你是后手，他拐回了，这有价值。是。他认为你这个反正拐到这薄。他那顶这个力呢，还是多了个眼，然后确保了这有好处。这有一目。这个目数他认为比这个要大，反正这个他认为你都活了就算了。哦，黑棋提了，白棋尖了，这我看见了。他把两个字提掉。对，这个好像很有诱惑力，但是是不是这样？这两手吴光压的特写，他为什么突然之间觉得不对？这有意思啊，这个特写。然后让你给我们解读一下。这您不是刚才您对他熟吗？你说他这个这，因为每个人的这各种好像都是他有些标志性的，对吧？对。比如说你说柯洁，他会抓头发是吧？这种内气。还有的人什么那个？赵世勋老师是掰火柴棍。哦。在那个榻榻米上，那个两日制的比赛，他基本上下完那个棋之后呢，他的周围一圈都是火柴棍。他刚才那个表情感觉上来总是好像给人感觉就是说，哎，我这个就是我们围棋要把它解释清楚有点难。你像别的东西，你可以很直观，就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理解，你比如说篮球比赛，你看比分就行了。对对对对。但是我就是在想，他是不是突然之间觉得，哎，我这两个交换是不是不便宜？然后感受过来了，还是我觉得怎么地？是由这种表情感觉，提掉。哇，真敦厚啊！四个子提一个，他充分的教书我们围棋是四个子提一个。对。他觉得这个缠起来。白棋是先手，缠完了白棋，你黑棋贴白棋再拐，是这意思吗？哎，这他怎么永远是这个表情呢？对，说明你的解读不见得对，他永远。为什么？现在提掉完之后，黑的这块可能32目加上这个上边的空，40加起来45目，加上当中50目，白的呢？可能也没太大的变化，这个，然后黑的就是右边是他的天目。刚才那个我们看到了现场的一个比赛画面，那个比赛的那前面杵着一个摄像头，其实我就觉得任何时候啊，就是人工智能，我们一直在说这人工智能怎么怎么样，其实人工智能无处不在，它摄像头是通过它可以记录我们的全部的比赛的过程，对，也就是说你到了比如乡镇去什么诸如此类的，尤其是以后的少儿比赛，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用处，因为免得等会儿下完有些纠纷是吧，小朋友们直接吵起来，说你这个棋他毁棋了，
或者说他偷那个偷偷拿掉一个，不是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昨天去下棋，那个人太逗了。然后我们不是一堆七个人嘛，满场转，让大家都能感受到每一个国手们曾经下过了。结果有一盘棋，他把人家把我们的子全提起来，我说他这水平让九个子能把我这七个子全提起来，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而且下了没多久，然后我们把子一数，我们下了15个子，他下了20个子。啊，他趁你们偷偷不注意，他就在那儿。他也不见得都不得，他就觉得转过来，他没注意嘛，他以为他因为他的水平嘛，他就多下了一步啊，多下一步，一会儿他又多下一步，他下了20步，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将来围棋，我觉得要走向那个乡镇，走向那个的话，对，那个如果要个裁判，他其实那个成本就会比较高，对，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降低成本，而且。那个，而且让错误不再有，因为你裁判你需要很高的水平，因为有人，因为是人，他就有可能有犯错的可能性。那么有了这个，好，我们跟上进程。哎，他就是扑了打，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他便宜目前接住了，接住了，现在呢，从时控上来说，等于变化不多，基本上呢。黑的不算右边的这个呢，可能还是50目，差不多50目。白的呢，全盘也差不多有50目。那么右边是贴目，所以现在应该说还是挺细的，可能是白的有一点点小的优势。因为我们那个转播的时间呢是有那个事先有那个的，所以我觉得爱好者听了半天，我觉得还给大家一个相对的一个。那个答案，所以我们还是来看看到底现在看一下人工智能是给我们如何判断的，因为高鑫对，让我们看看它藏出来的一些判断，就是现在的胜率是多少？现在就是现在棋局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然后进入到了那个观子阶段。然后决议现在给出的胜率呢是白方53.5%，可以说应该说是一盘细棋吧。跟我们的判断差不多，我也是觉得白的可能稍稍有点优势，但这个优势是非常细微的，就是我前面说的，白的全盘可能50目，黑的不算右边的失控，这个不算右边是差不多50目，那么右边呢？它作为贴目，所以应该是还是一盘细棋，因为白50几应该是非常接近。对，因为你刚开始的就是50几，所以说它应该是一个应该是大半目胜负。对。但是可能我们是不是不见得能给大家讲完？我们如果没有讲完也没关系，因为那个中央电视台每天晚上6点之后有体育新闻，我们所有的报道会在体育新闻里边那个。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围棋非常大的一个支持。那个围甲走过了那么多年，所以我们感谢 CCTV。感谢中央电视台的那个对我们每次报道尽心尽力的。我觉得当然我们这次的围甲，由此我们也会发出一个给各个因为其实来说，媒体和我们和爱好者，我们都是那个其实说的那一点就是说鱼和水的关系，是，所以非常的感谢对我们的围棋的支持，但同时来说，围棋也是中国一个文化，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支持。小哈老说的这个不会，你是领队，所以说高度都站在很高的高度上来给我们。那个我记得那时候中宣部曾经发过一个文，要支持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奔着一个目标，让更多的小朋友来了解中国文化，琴棋书画嘛。是的。对吧？如果那个少年都知道中国的书法、琴棋书画都知道，我想我们中国那个不用说了。我们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一个进入一个叫什么美好生活，对，说到现在非常有意思哈。现在官子呢他还在收，其实黑棋就搬粘了一下先就走了，应该说总的形式跟我们前面的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两个人开开心心的在讲，现在这招搬是非常大的。如果不搬的话呢，白的往里面靠进去啊，黑棋整块大块还没有完全的活干净，所以他现在这个搬呢，他本身这个价值也不小，同时呢中府这个彻底干净。白棋这步打也很那个，就是趁着黑棋那
是不是他先打掉不肯是吗？打掉是后手哦，打掉先手急完的，打掉绝对是先手，打掉是他不愿意打，打掉之后那个外围就那个头软了。对他担心提掉白棋提掉那个，但是他不打，现在有白棋这步打很凶啊。嗯，就是你既然不打，他要一块包进去，对那个打不着，这两个人是一言不合了，一言不合了。是。嗯，现在我们前面是说黑棋最简单的先打掉，那么白的呢可能会提，对，黑棋这样呢是双方都相安无事，但是这个打了对白棋这方这个地方这个头就变硬了，对，那么现在但是你不打有个问题就是白棋很凶啊，这个他要直接就打定了，他想要这样全部收下，那黑的肯定受不了，这收下那这步亏了，对，那还不如打掉呢。这个是一种强烈的胜负心，从这角度来说，这个完全没有看清楚，这个是蛮这是现实的，这是现抄，所以这个棋黑棋，因为前面我们也说了，这棋很细，每一目棋都是要都要必争的。等于说这盘棋来说，应该至今为止我们肯定还不知道胜负是如何，对吧？我们整体的不光是这一盘棋，我们整体的就这一次，因为今天有可能有些那个比赛是结束2-0，对对对，我们都会在晚间的体育新闻里、那个、都会给大家做详细的报道。对，但是你先不是给大家大概看一下这棋？这盘棋应该说双方啊，从快棋来说也是下得非常的精彩。那么很遗憾，因为我们时间原因，我们官子看不到了。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这盘棋的这个胜负啊，应该说还是后半盘，前面双方下的还都算是比较平稳的。晚间的就是说苏泊尔队，好像前面已经说苏泊尔队拿了冠军了，那也就是说这盘棋没有关系了，那么是不是主将已经赢了，应该谢科跟李东勋应该是要赢了，要不然就不可能赢，对，因为这盘棋还没下完。对，好，那个那我们就也是不管怎么说，恭喜苏泊尔先获得了那个2019年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冠军。是的，当然我觉得作为龙源名城队能拿亚军，朝气蓬勃的一个队伍，对，也要，其实赛前我们也没有想到。好，那我们今天的那个直播呢就到此，谢谢大家。谢谢大家。